火焰的倪威老师指导的，为我们带来怀念的老歌，可是非常的喜欢《老鹰之歌》。好，我们准备喽，请放音乐。怀念老歌，轻松愉快，又会唱又好跳。欢迎来到五月啊，为我们表演这个宝曲。也不错，梅山老师那边也准备好给我们舞曲跳，这边在跳，中间更有在跳。对，梅山的可以一面唱一面跳，那更欢乐哦。老鹰之歌，真的很不错，怀念老歌吗？用尺度把它来跳，没有味道哈、哦。加上娱乐的动作，谢谢。